预算30万左右，是要林肯航海家，还是凯迪拉克的 XT5， 或者是途昂 X？ 咱说这三个车型在一块儿啊，首先途昂 X 它属于是大众品牌，也算大众化系的品牌，不属于豪华品牌，对吧？个人感觉啊，从性价比看的话，可以优先考虑 XT5， 因为优惠大呀，30万预算左右啊。如果是买 XT5 的话，你可以买到2023款两驱风尚型，指导价是352,700，终端聊一聊，基本优惠在6-7万是没问题的，那聊好了给到8万也不是没有可能。那这个版本的配置可以说比较全面了，并线辅助、主动刹车、车道保持，包括这个 BOSE 音响都具备了。虽然中控屏只有8英寸，但是它会配备 CarPlay、CarLife 双 C。那如果你看上这个林肯航海家的话呢，可以说航海家只能买到最低版本，那个叫尊越版，328,800。林肯航海家的优惠是目前比较少的，能给到10,000多啊，就算比较高了。如果经销商跟你说能优惠20,000多以上，估计肯定让你买一个什么综合什么套装包，哎，那么一个，所以裸车优惠基本就能给10,000多，就差不多了。配置方面，它的优势在于配备了12.3英寸全景仪表、无线充电，还有12.8英寸的中央触控屏，的屏幕确实够大，但是没有手机互联功能。另外，它动力有些优势，它是可以烧92号汽油的，哎，那两个就不行了。那如果说我要买一个空间大的，对吧？咱说基于30万预算，确实途昂 X 很有优势，尤其它在内部宽度方面表现更好。那后排如果坐三个人的话，那它那种感觉会更宽裕一些。途昂 X 的话，你这个预算可以买到380 TSI 的四驱尊享豪华版，331,500。那目前终端能给一个30,000多优惠啊，是比较合适的。这个版本的优势就是我的配置更高，虽然品牌没有人家高端嘛，但是配置得丰富一些啊，对吧？像 ACC 自适应巡航、自动泊车、后排座椅加热，哎，它都具备了。包括这次大众新升级的12寸中控屏之后啊，那车机也好用很多。所以说，如果说综合看的话，从日常驾驶舒适性、性价比、优惠终端看的话，其实 XT5 我第一推荐。那如果你想买一个空间大的车型啊，不太在意品牌，途昂 X 可以是一个首选。